诊请命啊，那把医生的护士都找出来，普世医德请命团，我这个可以规划新的。接下来在网络上发起汇合的万种理由，天罗地网，只要在网络上就可以啊，在网络上发起由全民填写你汇合缓和的种种理由，汇集一段时间分门别类，我们再把它整个用网络的方式呢传送所有立法委员、明代官僚系统啊，当然总统府把它瘫痪掉啊。接着我们去找一些身障，就是身心障碍的啊，心障碍不行了，心障碍他就不知道，标榜慈悲不漏人祸，我们心灵健全，我们为家人为全球环境祈福，我们把这些呢就是有这个比如说小儿麻痹怎么样，我们把它一个一个推到菜市场，在那边发传单，在那边呼吁啊，在菜市场这个也可以做。再来神佛宗教会合团，我们组织马祖缓和团、王爷会合行动团、三太子起乩会合会啊、诸佛菩萨天主阿拉会合论，动员三十六天罡、七十二地煞啊，这个降价会合活动系列，由传统的顶头绕境除煞做法等等，加以回馈协创意甚至启发性的种种醒示劝示活动啊。现在我要来找一个当地。接着婆婆妈妈亲子静坐团啊，我们把这些亲子呢发展到四湖广场、火车站等等，推动温馨的劝示活动啊，还有全台湾的环境辐射调查地图，这不是刘一儿他们吗？已经现在要买一些仪器进来啊，来实际侦测，然后培训一些人。再来汇合行动亲子战斗营哦，这是蔡志豪发明的一大堆游戏，几大游戏就是啊，他这个有空会发给大家哈 啊这个让大家你要申请六十个人来玩这种游戏，这个有好多游戏很好玩。那统一标准等等的制造哦啊，比如说我们去制造一大堆贴纸啊，看看哪些店家要就给他们张贴，哪些住家要啊，就是整个种种的形式。那征募啊，主性青年学生的志工团，然后呢担任小众演讲的讲师。儿童节快要到了，最想要的儿童节礼物田健合适，对吧？母亲节到了，母亲的愿望会合啊，一个一个推出，反正什么东西啊，打算工好，然后呢，继续想想超过100个啊，随时可以做。我搞的不是在那边只有用讲的，我们让人家认养啊，一个一个推出去做，这个是。然后现在，今年我有去游戏。OK。才3点。大家要来倒三缸不？好，来。还有，我们是理性的，我们没有任何什么，我们是超越党派的。拜托那些政客不要再算计，停就停。卖底下中文底下的圣名来讲啊，看了一个，这基本上终结核能不是那些你们在吵的那些议题了啦，早就不是了，因为所有的科技，有好的科技，有坏的科技，有专制的科技，有男性的科技，有女性的科技，有什么？哦，你以为科技是中立的？那是1940年代之前呐、啊，1940年代以前，全世界西方的认知是科技是中立的。可是那个是神话，我们知道全世界开始有研究计划，哪一个你知道吗？现在在大家以为的科学研究，多久的历史？曼哈顿做原子弹计划，第一个开始由国家提供钱给科学家去做计划，一开始就是邪恶的科技。对啊，真的是杀人屠杀的这个大规模屠杀的计划。OK，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我看一下。因为大家这次来是来南门东段，那我觉得大家又有时间可以到南门西段走走。现在南门西段可以到梅山，那中间会……那、啊、你就说广告时间就好了，你不是问了问题呀、啊？我后面会问你一个问题，啊后面啊你是夹带的意思就是了。中间会经过一个土石流区。然后还有我们花了2亿，用了不到1年就坏掉的雪山铁道校园。哪一天你办一团让大家参加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。我没有那个能力。
他没有那个能力，没有能力还敢讲话。年轻人就说我承担，我尽量做，没有人会觉得你做不好。我可以带团，但是我没有办法泡汤。没客气啦，嘿，该鼓励鼓励鼓励，鼓励鼓励。要不要我？来，妹妹。问题是那一片石榴区，他们觉得大概多久？你这样问，我不知道哪一片。如果你这样问，我就可以你回答，你马上质疑我是乱讲。OK， 全世界没有那么厉害的人。第二，没有勘察，没有调查，没有什么，我怎么敢讲什么话？对。然后我怎么又知道这个接下来人要在那里干什么东西？你 information 要足够。你才能够那个，你问的问题是上帝才能回答的，这个我不知道。OK， 还有谁？没有。还有。那像你刚刚讲的那些配合资料，可不可以让我们在公开场所？我马上发给你，好不好？那这啊，已经寄了。听说这个大厂的照片都没有关联。哎，你好像是那个谁？是我，我想聊上北京。哎。哎，对不起啊，我今晚发呆发呆。还有没有？还请坐。老师，我是刚才是想说，因为我有一个建议，因为刚才打折哈，因为大家都写的图文并茂，一般人很少去看那么多字，我觉得应该辅助一些图片，像那个陈若比什么那个图片影像。哎，现在网络不是流传那个一个小朋友画的那个？对对，可是我在想说可以大量，因为人的影像是最刺激的，太好了，看过就不会忘记，而且那种灾后的每个那个痛苦，还有提醒，我们有啊，等等，我们有那个图片展嘛，有没有？有啊。我觉得应该是常常办，常常在公开的场合。好，但是我觉得问题是谁去给猫挂脸？其实我想有这样团，有这样的团队哈，应该有配这样的一个配套措施吧。我是觉得这样。Thank you， 一个建议，谢谢。那个yeah， 啊，好，刚才还有谁？哎，好，请说。老师，现在很多人说我无法合适，但是我支持合适。我反合适，但是我支持合适。因为合适不安全，因为大家是合安全问题嘛，对啊。他进构造建造是因为拼装车嘛，对，所以我反对合适，但是我觉得我支持合适。所以现在支持的反废合适，反对合适的有一些人他主张支持这样。我想比较可能是因为他对人还是不是很支持，因为核能的问题是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太阳嘛，啊、哦！但是你在地球目前为止，人类没有那能力去控制像太阳那样的反应，即使那样的反应也超级恐怖，因为基本上那是整个宇宙物质生命的大。那会那样讲，只是暴露出来，我不敢这样说了，但是私底下我会跟你讲，那真的对核能的。因为核最主要的问题是碎片。你知道我们台湾生产的高阶核废，人在旁边两分钟就死掉吗？对呀。啊？核能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吗？其实也不要病了啊，至少我觉得这样的人你也不要说什么。我也很好，现在先把核事干掉再说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去跟他争那个，我是觉得不是太大意义，因为那个以后他有更好的资源给他，至少现在这次会核事就可以。核事一倒，接下来就骨牌效应嘛，那是比较动的下面嘛。嗨，那个就是讲说，好，他们废核。Yeah. 反核能，但是万一如果说，如果你废核能，定价会上涨，另外有一半人就说好，那就继续核能，他们就用定价这个。对啊，反正我以前的念过那一篇给你听吗？我家不靠山土石流死不到我家人啊，哦，啊这但是这外公这个不用去那个，不用骂，不用，还是尽量的。哎，所以年纪大的他就觉得他认知不够，他当然。反正我只要眼前利啊，我不在乎这个怎样啊，而且没有发生都没有问题。有的人是因为太幸运了，所以才无知的。刚才有一位，
请说。老师，就是我前几天听到那个公网，但是我不确定是哪一个主持人，他就是公然讲说，因为在网上常常会听到，就是大家就讲说，现在就是太阳能它的生产过程会造成很多污染，然后那个风力的部分在台湾就是有很多地方在抗争。然后他就说，就是替代能源这条路是在台湾是行不通的。那如果说火力、水力又有一些环境的问题，对，然后最后他的结论就是说，核能非常的唯一的，他说最环保。他说其实相较起来，核能还是比较环保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网络上就会也有一些应该是清华的学生，他们念那个核工的学生，他们就会去找很多很多的国外的网页，然后来佐证，然后来说，就是所有那个环保团体提出来，像老师你刚才提出来的问题，他都会讲说，就是基本上环保团体讲的话是漏洞百出，然后如果你们连我们就是核工专业都不能相信的话，还是相信，然后就是变成说这个，因为他们是这个领域的。是算是比较专业的人，那很多比较对核能不够认识的，他们看到这样子的，对，没有错，这个就是之后他就会觉得说，对嘛，就是这些去说要反核四啊，然后说要反核的人是太不理性了，要到了我们这套的想法才是真正理性的人。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被那些东西其实牵动到最后，他不知道什么样的资讯才是真正正确。我觉得我比较担心这个问题。这个你也不用担心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刚讲的这个就是树枝权威的物料，好、哦，因为几乎老人宅呀，好、哦，那任何东西那个你说每一点每一点，除了技术性的，那就请技术性的人去针对它化解，好、哦，因为事实上现在那些核工的人啊都站出来讲，那你因为人民越无知。资讯不对等的情况之下，通常是树枝权威的误瞄。第二，我刚才那个认知里面已经说了，反而基本上不是技术性问题。因为所有技术性问题都是那个高风险的东西来讲，对核能是最恐怖的一个。至于你说你们那些还骗笑，还你去骗遐遐无读册，无读册嘛会有你骗。你要讲用专业的那个东西，那就是由专业去驳斥嘛。那个不用担心。这样，我这个回答你要不要再答？因为半夜正在十点开始。哦，这样子哦，十点要休息了。好 ，Last。最后一题，有没有人要？那个物种生态是你要的，那一本你要的。我只有带三本，这两本谁要？这个要买哦。好，我只有带三本。有没有人没有男人的？那你们有没有参加？啊，嘟嘟哦。